然后它会转转转转转。起床我就觉得有点不妙了，如果有过敏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当你觉得不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在美国的时候都没有过敏，然后这是我回香港的第一次过敏。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天气非常好的一天， But unfortunately, I'm stuck in this room. 但是这个并不想我想要开一个时装秀的决心。我前几天收到了我前阵子订的五双鞋子，那我今天早上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去搭配衣服跟这些鞋子。为什么要花一个半小时呢？就是 kill time。好，我们正经一点。我这次收到的是一个香港本地品牌，就是 The Corner 的鞋子。那秋冬的话，当然就是要什么 boots。首先是这双叫做 Carl Knit Boots。 首先靴子上面用针织物料，虽然有但是并不常见。它的优点呢就是第一个环保，第二个舒适。那因为它整片的物料都是有弹性的，所以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脚型调整，所以就像我这种脚型比较宽的人也不用担心穿起来会不舒服或是不好看。 Bless me。那另外它这个跟是6公分，很可以修饰你的腿型，但是不会太高，走起来就是的那种。那这次这个 Carl Knit Boots 其实最主要是希望它整个设计可以让女生穿起来的时候更加的硬感，还没敢讲硬感，搭配上是很 versatile 的。我先跟大家道歉，就是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衣服，因为我这次里面带的衣服没有那么多，就请大家包涵一下。这一套一样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感觉。 She's a Mona Lisa。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第二双是这个 Coral Square，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黑色。我觉得秋冬大家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一双黑色的靴子。那我本来的那双呢，因为太久没有穿，所以它发霉了，我就是要把它丢掉了。这一双很特别，是它有双物料，所以你看这边需要灵活的地方就是针织，然后需要硬挺的地方就用真皮。那另外它这边也是做小方头设计，所以像是无论你冬天要穿厚一点的袜子，或是像我这种宽脚的人，在选版型的时候，我都喜欢选小方头。这双的跟大概是5公分左右，然后它是做这种后跟的，所以很好走路。这个应该是我最常穿的 outfit 吧，就是一个 oversized 的 sweatshirt， 然后 leggings， 还有 boots， 黑上加黑。What if we could plan it out, cover for a week?刚那套比较休闲一点，然后我又尝试搭配了一个比较酷的 What a gentleman I am. What if we could plan it out, party in the streets?Like the golden days at the beach, family buzzing in my air like a bee. 下一双呢是这个后面有一个拉链的，那顾名思义，它的名字就叫做 Coral Zip。那这双的跟只有4公分，所以如果不喜欢太高跟的朋友可以选这一双。I bless me a skin.这一双用的皮革是植物皮革，所以很透气，然后在鞋筒这边有做弹性处理，所以可以很好的贴合你脚踝到小腿的那一段。小方头的设计也是对于任何脚型的人都很友善，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它就是给一种气质跟小小的奢华感，也是一个鞋柜里面的基本款。这个是 Coral Zip， 然后我搭配的是一个比较 girly 一点的 outfit， 全身上下都是大地色系的。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接下来的两双就不是靴子了，这双叫做 Kenny Hill Loafers， 然后我选的颜色应该是米白色吧，我有点忘记，我会把色号打在荧幕上面。你看他们的后跟有做一个 cushion， 可以防刮脚，这点对于需要通勤的上班族来说是蛮贴心的啦。这双它有4公分的跟，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或者是成熟一点的装扮。那就算你不穿那种细跟很高的高跟鞋，然后气势要有，穿这种型的鞋子也是可以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这个也是我平常会穿出门的 outfit。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 novel.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双也是一双 loafer， 那这双呢叫做 Cut-E Loafers， 这个有多高啊？1公分、2公分。首先它前面的撞色设计，我觉得让鞋子看起来蛮有特色，就不会那么沉闷。一样，它后面的脚跟这边有做 cushion 的设计，真的很贴心。另外这一双呢，它的设计其实有加强鞋面的，遮掉一些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脚背不好看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修饰你脚型的一个小巧思吧。OK。最后一套了，我刚刚尝试着问酒店可不可以给我熨斗，就他说因为卫生的关系，所以他们没办法提供。所以这件 T 恤现在非常非常的重。那现在的 Corners 他们也有就是年末 Christmas 最大的一个优惠，门市跟网站最少都有 30% off， 这个大概是一年里面他们做过最大最重的 discount 了。希望大家看完我今天从行李箱里面很艰难搭配出来的几个 outfit， 大家觉得还行吗？我尽力了。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入手的 Corner 的鞋子的话，记得趁这次的优惠去官网逛一逛，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Yeah. Early Merry Christmas. Okay. 结果换了一轮衣服之后，发现我还是哪里都去不了，所以我又换回了我最舒服的 sweatshirt， 还有我的短裤。我刚听到有人敲门，应该是我的午餐来了。这是垃圾袋啊，鼻子好痒，今天真的是。而且我今天记得怎么穿，我们一起来开箱吧，因为我也不知道。It doesn't look appetizing. 这个是前几天那个酒店送的一个 Happy Hour 啤酒。今天的过敏程度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吃了一个不是很好吃的午餐之后，我决定来弄一个下午茶。我打算弄一杯热可可，这个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我在 Trader Joe's 买的，应该还没打开过。配这个前几天那个酒店送的一个杏仁饼。 One scoop or three tablespoons。 太好了，里面有附一个汤匙。大家可以数一下我在影片里面打了几个喷嚏，然后再乘以15倍，大概就是我实际上打的喷嚏数目。啊，他说要加多少水，我没看。而且我鼻涕要流下来了。下鼻子会好一点吗？这个是 Vanessa 前几天帮我带来的，然后这个是林超人给我的蜡烛。终于要把我的麦克风给拿出来了。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今天是2021年的早已过敏，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除了打喷嚏、流鼻水之外，我头也会晕，然后眼睛也会很痒。啊，还好今天的晚餐，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还算蛮好吃的。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请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Hello。要吃煎饱的喜酒了。在晚饭当中呢，他跟其中一个人擦肩而过，那个人就非常愤怒，店员冲出来阻止那个人继续揍他。店员的阻止之下，他也提出了诉状。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当初勾结，对这件事情没有查出来，也没有证据，还没有因此而受到罚款。对。Hello, sir. Hello.第十一天还好吗？食物很难吃。Hotel 有没有听到做好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今天我去打排球，然后我打得不好。哇，好有趣哦！谢谢。但是我去 San Diego 的时候，有去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Speakeasy， 你就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它会转，然后你就会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哇哦！然后并且蛮好喝的。好了，不要再炫耀了。谢谢你今天的演出。好，谢谢。我刚叫了附近的 Deliveroo， 结果我收到他已经送达的通知之后，过了快要一个小时，然后都还没有送过来。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酒店他有说，就是我这一层可能会有 swab test，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所有的 service 都会暂停， which I understand。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小时。至于我为什么会点外卖呢？是因为今天早餐实在是太难吃了，就是难吃到我真的吃不下去，你知道吗？我真的吃不下去。我现在先给大家看这个炒面，它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那个菜咬进去有那种就是漂白水或自来水的味道。然后里面这个粥呢，我吃了一口之后，我真的有一瞬间有想要的冲动，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奇怪了，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真的是这一餐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吃下去，所以我就点了外卖，结果外卖又迟到了一个小时，所以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心情很差吗？我能够理解酒店他们有一些防疫措施，然后酒店也很辛苦，医护人员也很辛苦，几件不顺心的事情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心情很差，你知道吗？我本来期待它的 cream cheese 会很厚的，小失望。OK， 我看工作差不多告一个段落，然后忽然之间想要来学跳舞，很 random， 我知道。我想要学 SOMI 的 XOXO， 因为最近在 YouTube 上面一直被他的那个 Dance Challenge 给打到。XOXO SOMI Dance Tutorial。Prepare me for your style.